蛋仔派对八月二号更新公告来了，全新模式，全新转盘，还有为了恭喜一亿人游玩的超级大福利。首先就是我们动物方城市来到蛋仔岛，是这种联动皮肤样貌的转盘，大约一只需要2400蛋币左右，集齐盲盒内容还可获得更多免费好礼。再来是打卡册，升级后可多获得头饰与配饰，做指定任务可抽取获得免费外观与玩具，这个爪爪冰棍是玩具哟，通过好友助力可以更快的获得，还有新增的联动区域，可互动性非常高。然后是面包狗松松一起来到蛋仔岛，抽奖方式还不确定，盲盒内还有两款表情，八月二号开始到八月四号连续三天，每天都能直接领到10个闪耀币。巨型兔兔登入蛋仔岛，八月二号晚上9点会降下红包雨，八月三号与八月四号时间比较多，早上的9点、12点，晚上的7点、9点以上时段都会降下持续15分钟的红包雨。每天抢满8个红包，最少可获得10个闪耀币，并且是无上限的，免费外观6选1。瓜子们喜欢哪一款外观呢？连续登入2天赠送绝版配饰，甜心喵魔杖真的超级少女的。游玩活动地图完成每日成就任务，可兑换南瓜女巫与小恶魔翅膀以及全新动作表情。套装展示，全新疯狂周末可获得全新配饰蛋蛋全套，邀请新用户与你绑定，与新手蛋一起完成任务，最多可获得30个闪耀币。全新模式逃出惊魂夜，类似第五人格玩法，需要填充5座蒸汽炉，旁边也有校准条要注意，5座蒸汽炉激活完毕则需要开启大门逃出，追捕者靠近时逃生者头上的啾啾会发亮，得赶紧逃跑，通过翻越窗户或是翻板拉开距离，追捕者可以破坏板子。打到2次逃生者后，追捕者可将倒地的逃生者放入爆米花大炮，这段时间逃生者是可以挣扎的。淘汰进度条充满后将直接淘汰出局。目前逃生者职业有5个，然后追捕者有2个，每个职业都有不同的技能，大家就游玩的时候再来体验吧，哈哈。瓜子们期待吗？底下留言分享给我呀。想继续看更多有关蛋仔的搞笑片段，逗趣实战画面，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蛋仔的第一消息，参加任何抽奖活动，记得关注我哟，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时候会办抽奖哟。